台。这一定是宋主播做出了错误报道。当时宋春玉记者没先确认过死亡诊断书吗？什么？是先定好答案再取材的吗？死亡诊断书确认过了吧？是你妈妈误报吧？你好像很焦虑。我没有必要回应那些不实谣言。那你有办法证明那是不实谣言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弹力精密胶原蛋白皮诺丘。